我真受不了了，哈尔滨这天比咱家还热啊！我听说前面有一家冰碗大冷面，走尝尝去。这天都晒冒油了。问你啊，有没有冰碗大冷面？有。我祖传的大冰碗，都80来年了。冷面这是搞里头，冰镇矿泉水，哎，给它稀释一下子，搅拌均匀。嗯，就这味儿。面搞里头，哎呦我去，黄瓜、柿子、香菜、铁三角，必须得搞里头。家里贷款都还完了，没啥压力的，搞两片酱牛肉。哎呀，这小味儿，辣白菜搞里头，辣酱冷面的灵魂，小辣酱搞里头，愿意吃辣椒油的搞点儿啊，没有的就那么地吧。这日子过得多艰苦，哎呦我透心凉，心飞扬啊！啊，好冰的，好吃是好吃，太扎牙了，哇凉哇凉的。我能吐出了冰块，现在你信不信？哎，清凉解暑小宝贝儿，谁喝谁得劲儿啊！想吃这口的，一会儿都来吧。